班级新转来的同学。陈丽同学，学没学会这第八套广播体操啊？学会了。好，同学们，45分钟到了，下课。给我站那儿，想我拦着我？没拦了是吧？你今天让我大哥很没面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走不了，我不给任何人面子，我就往外走，我看谁敢拦着。我今天就让你认识认识我，给我揍他！大哥，你就看我的吧。哎，你们别欺负新同学。大哥，我打还是不打呀？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呀？那肯定是听你的呀。来呀，儿子，咱这回去了新学校，就老老实实的上学。你爸就因为你打架，现在在医院都躺半年了。咱别惹事，咱去了。